吴卓羲唔知好兄弟同女友分手。吴卓羲、陈家宝寻日出席美亚娱乐强势展望2018年嘅宣传活动，陈家宝就以性感低胸粉红色嘅长裙现身啦，实行你嗰个粪喉大解放啊！陈家宝被问到惊唔惊老公炸型先，佢又笑之唔担心，最紧要都自己着得靓同埋开心就可以啦。而问到吴卓羲知唔知道自己嘅好兄弟林峰承认同吴清宇分手咧，佢就话：啱啱喺隔篱分手，我講嘅，俾人同你拍拖，咁你問我，你以為我知啊嘛？因為你講啊，有冇同你講過啊？其實我哋好早即係問啲感情問題，咁啊，其實佢哋即係雖然我哋係熟嘅，咁但係我哋會過問啲感情事啊，咁呢啲都係由翻佢自己去講咯。識唔識佢老師啊？睇報紙咪識咯。睇報紙先識啊？係喎，即係你。等佢之後睇下佢，但係個名真係得意喎，張興，張興，係啊，我睇到啦。你有冇你聽到冇？佢嗰個字寫啦，個字係唔一樣嘅，一個字唔一樣，國語都唔一樣，係前兩個一樣，後面嗰個字一樣就好遠㗎啦，係。